所以从那双鞋子我们就知道今天一定是亲子路线。OK， 下跪上火了，上跪在那家跪没上吧？还有一些穿水陆两，水陆两用在这种哦，它就涨，没有作用，一定要穿这种。设计也吧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西瓜，西瓜，来一个背一个西瓜来，我加二，这样而已。这真的是西瓜，那是真的西瓜，那真的是西瓜。你才可以看得出来它有多大。那个从花莲来的，够了没？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从花莲来的？对对对，有名的从花莲的西瓜。我没看过，问后面，问后面最清楚。哦，真的好。可以带皮吃，西瓜长得很大，带着吃啊，等下解渴，等下解渴。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要被西瓜吗？西瓜长得很快哦，你看它现在这么小。我们走回来了，等下就可以切了嘛，是这样子。它还有开花，你看西瓜的花在那里。你俩是等来不要走呀，再去了。